北京时间9月27日4点，将迎来西甲第六轮塞维利亚 VS 皇家马德里的直播赛事。本场比赛将在皮斯胡安球场打响。皮斯胡安球场是欧洲著名的魔鬼赛场，皇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塞维利亚 VS 皇家马德里赛事分析。目前塞维利亚以2胜1平2负积分7排名西甲第七位，而皇家马德里以4胜1平积分13排在西甲第二的位置。上一轮塞维利亚对战莱万特，球队反客为主，打出流畅进攻配合，最终获得大胜。从赛季初始，塞维利亚开始双线作战，两位前锋皆有着出色发挥，球队近况极佳，加上主场作战，面对实力强大的皇马，还是有望能获得分数。在上一场比赛中，皇马打得非常艰难，加上贝尔也轮休，皇马防线并没有数据上体现的那么稳固，近几场的状态有所起伏。面对魔鬼赛场皮斯胡安球场，皇马虽然在实力上和战绩上要略胜一筹，但皇马想要客场取胜难度不小。塞维利亚 VS 皇家马德里交锋历史，在塞维利亚与皇家马德里的178次交手中，皇马以97胜28平的战绩占据明显上风。双方过去10次交手中，塞维利亚3胜2平5负占据下风。上赛季两回合交手，双方各自在主场取得一场胜利。